弟子还请和尚开示一下，念佛偈有什么实际作用？把他死的众生放在念佛偈旁边听佛号，真能获益吗？啊，念佛偈啊，起了一个导读的作用。比如说不会念佛，他听了以后啊，知道怎么念佛，啊。可能这个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啊，有点作用，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代替念佛啊。你要代替念佛，那就被机械做转了啊，代替者啊，这是不合适的。放在念佛机旁听佛号，真能获益吗？啊，他并不是说这个佛号所获益，是提醒你念佛所获益，提醒你了啊，这个获益，但是他容易产生懒惰啊，懒惰或是代偿啊，代偿，你用念佛机代替你念佛了啊，用念佛机代替你的发心，代替你去给众生念佛啊，这就损失就大了。所以念佛机呢，用的好处呢，就是说啊，他提醒我们怎么念，我们学一下啊，这么个速度就可以了。尽量不要去用它，因为我们修的是心，是吧？你念佛机它没心的，是不是？它只是一个提示，一种工具。你把心丢了，你去执着念佛机去替你念佛，那念佛机要成佛，那你干什么呢？你成念佛机了，啊，这就不合适了，所以这个应该区别开。下一个问题，弟子想知道一切唯心所造，这个心是指什么心？是妄想心吗？还是自性那个心？这个唯心所造，它有两层意思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妄想所造成的啊，都是妄想所造成的。有了妄想就有了世界的一切，没有妄想就没有这一切。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说虽然是妄想造成，但它都没离开自性啊，没离开自性。它是妄想心，是自性是如如不动的，是本体存在的。妄想心是什么呢？不是心理的变化，不是真心出来的变化，它是一种幻境啊，是一种幻境，是不真实的一种幻境，是我们的妄想所造成的啊。所以说没有根啊，它没有根啊。当我们开悟了以后，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是自性啊，都是自性，妄想心也是虚幻的，所以说一切唯心所造啊，唯心所造。万事万物都是唯心所造，如此强大的心，我们在修道中怎么样利用它或者破除它？弟子不知所措。他的妄想心呢，他可以无穷 无量的大啊，因为他妄想啊，他没有实体东西啊，你想多少他就有多少啊。但是呢，由于我们的执着啊，他会产生一些物质的现象，物质也是妄想所变成的啊。所以说我们的心啊是变虚空啊，变虚空的啊，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的真心。所以什么这些妄想心啊都是虚幻的，我们应该在修道中啊，不要考虑他的妄想心有多大，你应该考虑到啊，就是说怎么样去掉妄想啊，去掉妄想，去掉妄想就是真心啊，真心才是真实的啊，才能断了轮回。妄想心是有轮回的啊。
下一个字条啊，何等慈悲，弟子在您的放生护众中看到你关于护众生相的开始，上面有您提到闭关时两指护体的故事。弟子请问，现在供养日用品外包中都有多数带有众生相，应该怎么处理？像一些食品尿袋都有，那用了又是有什么过失？像这个供养这个东西啊，有外包装，有时候我们是无可奈何的，但多了我们心里对众生一样有恭敬心啊。这外包装多了啊，就把外包装不要搁脚底踩啊，不要去搁屁股底坐着啊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像毁掉，这都可以，是烧掉啊，或者是给它处理掉都可以啊。因为就你如果说我就不经意的，或是我就把这个啊这个众像给毁了啊，这都没啥。但是你千万不要去侮辱它啊，不要侮辱啊，不要侮辱啊，因为众生相啊，它也是一种相，它会影响我们心理啊。由于这个相会影响我们其他的实际行为，所以这个相尽量要回避一些啊，尽量把它处理好。你烧掉都没关系啊，主要是怕它烂冷啊，这些东西，因为它没有生命啊，没有生命，但对我们的心量还是有影响的。下一个问题，几年前母师傅对弟子暗示您把您神化，因为弟子曾经学过外道，对这件事很敏感，就怕再次落到外道的一言不依法中。于是说师傅也是有忘事的时候，请师傅请问恩师弟子是不是邪见啊？你要是没有邪心就不是邪见啊，如果有邪心就是邪见啊。这个妄是很正常的，作为人呢他都有妄。今天早上我还说啊，这个说那个测量那个血糖那个机器啊忘拿了，后来一摸在兜里，我跟那个孙军说，我这也是老年痴呆症啊，拿东西马上就忘了，这都很正常的，忘也是正常的。这个神话是不应该的啊，不应该啊，不应该神话。就是说，但是你不能不尊重，不能神话，不能不尊重，尊重是对的啊，有信心是对的啊，所以这两个一定要区别开。说事物都不像神话，那你就不用尊重了，你这也不行，你成天没事儿对着吐两口吐沫，那不行啊，一言不依法，这是不对的啊，不对的啊。所以说这个忘事情的事儿就常有的事儿啊，我这个最爱忘事情啊，很多事情就忘了啊，有时候就得硬想着。那时恩师在弟子的思想中，因为恩师是行持正法的领路人，末法时期不随波源流，让人们看到正法存在是众生的期望，一身钢骨两袖清风。当然不知道你修行多高，请问师父的思想是否正确？哎，你说正确就正确，你说不正确就不正确吧。这个东西在自己看啊，就是这条路啊是大家共同往前努力的啊，不是一个人来完成的啊。我起步早一点，你们起步晚一点，但是整个在修行中还是平等的啊，只不过是我起个带头的作用，你们的后来者居上，就这么点关系啊。
但要有很多的事情啊，你比如说不生不随这个时间流啊等等，这是我的最希望看到一件事情啊，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啊。那歌词不讲嘛，如果随着这个漩涡旋转啊，那就逆着漩涡走，那逆着漩涡走，你可能没注意这句话。这句话呀真不好说啊，很多都是随波逐流，因为这个随波逐流它有很大的势，这种气势是很大的，而且是来自很猛的，怎么办呢啊，有时候我们只能是不能随走啊，不能随走。但是呢最起码的我们心里不随着走。有时候很多也是没办法，在强大的这个攻势前，我们就是说让点步，但是是为了更好的走，延续下去啊，但绝不是妥协。所以说有些事情佛的戒律佛的正常还得坚持啊，可以说永远不变啊，永远不变。这个想法是应该是正确的啊，应该这么看，就哪怕我做不到，你应该这么看啊。因为啥呢，你得给自己树立一个榜样，你不能因为我有缺点你榜样就不要了，是吧？你树立拿我树立榜样并不是树立我，你树立你心中的形象，树立你自个的人生目标。应该这么看。第三个，弟子前段时间想到父母年纪大了，很牵挂他们，很想打个电话问个平安，后来弟子还是忍住了，请问师父如何放下亲情恩爱。这个问题怎么说呢，从世间法啊，牵挂父母是很对的。很想打电话问个平安，你问了他就能平安吗？你有那力量吗？是吧？这是一个。如果你太牵挂了，那佛菩那观世音菩萨就不挂了，就你自己挂吧。谁让你我想替你挂着，你还不让，你非得你挂，那你挂挂吧。你挂有啥作用啊？有事儿你能解决啊？啥用也没有啊！这会儿自个儿心搅乱了，跟父母那样也搅乱了。是吧？你也不如交给观世音菩萨，你说我就好好修行，剩事儿都归你了，是吧？反正出事儿我找你就完事儿，所以这最好的办法了。亲情恩爱啊，你真懂得亲情和恩爱的人，你就会放下一切亲情恩爱。只有放下亲情恩爱，才能得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这才是大情大爱，是吧？你放下反而得大情大爱，因为你出家了，佛菩能不管你吗？是吧？你都放下了，那佛菩就替你管了，你要放不下你自己管去吧，是吧？这就是一个辩证啊，辩证的问题。有很多人呢就以为自己的管理我牵挂完了，让佛菩萨呢，也替你管理。说两下的好处全是你的，坏处全是菩萨的。这个东西做不到的，你只有你放下，佛菩萨才会去帮你管。你要放不下，只能你自己管。你自己管呢，还给父母造业。因为啥呢？你出家修行不老实，你。本来人家里还等你的功德呢，你最后呢半道的打妄想了，就像要等你的钱的下锅吃饭的，买米吃饭的，完了你钱没拿回来，完了在瞎问，就你身体好不好？那父母说好或好是正咋的，连饭都吃不上了，是吧？你要是不问呢，他说饭还能吃。所以说亲情恩爱实际上就是一副毒药，
处理好了，我们会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的，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。世间的情爱，在世间法确实说得通，啊，从伦理上也说得通，但是和了脱生死的说不通啊。那究竟你是想了脱生死啊，你还是想延续情爱啊？就这选择，你选一下。除了傻子才不选的，是吧？我想咱这里基本没有傻子，有傻都走了，走那些都傻子。我跟你说，我早就看出那傻子了，只是不说。你说他不走怎么办？你走吧，就走。第四个。师父，弟子有时跟别道友说话，一说没几句，就有点像两人相声似的，你一回我一句，你一回我一句，旁人看都觉得好笑。师父如何保持与人说话？什么？徒手什么说话手好不其语啊，不其语啊，不其语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一个习性，尽量啊去别逗别人，你别老心的拿话老逗别人，说话的时候就找点时间的俏皮嗑我逗别人，你别有这个心就行，你正经八经说话呗，那就完事儿了。完了，你说你吃饭没有啊？你就改了，你过斋没有就完事儿了，啊！你别弄个腔，弄山东腔，装份腔，你完了怪调，哎，就完事儿了。再说用不着问啊，有时候问啥，你问他过没过斋，用不着问，他能不过斋？说傻才不过斋，是吧？再说了，傻都走了。第五个，无始劫来我们都被情欲缠缚，情欲是怎么产生的？如果断除情欲，是否与佛性一体，无情无欲，冷月冰霜，还怎么发愿度众生啊？无始劫来我们都被情欲所缠啊，缠缚啊，这个缠缚它有生死啊，根据情欲多少轮回啊，有高低啊。情欲怎么产生的？实际上就是想象产生啊，想象有妄想，妄想就产生了欲望，有欲望就产生情啊，有好有坏啊，最后产生这些东西。至于无情无欲，冷月冰霜，还怎么法愿度众生？还冷月冰霜。这女人的特色啊，冷月冰霜，这是一看就像冷美人的似的哈。这个东西你不用操心啊。当你这些东西是不是冷月冰霜啊？人呢，这个表情啊，只是一种幻觉。当你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，你差一步啊，妄想少一步，你自信的光芒就会多一点。自信光芒是什么？就像太阳似的啊，你原先是黑暗，等你自信这光芒出来，它就是温暖啊。它会无情无欲吗？它能冷月冰霜吗？它能不度众生吗？啊，我们想象的推理它都是不正确的。当你参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度众生是很自然的东西啊。所以说你怎么发愿度众啊，发度众生愿你都不用发，他自个儿就发了啊，那是很美妙的啊，很美妙的啊，妙的不可再美妙了啊。
第七个，师父说，师父弟子遇到不顺心事的人和事时，心里就起烦恼。有时候对有些人和事不顺己意，心里就有不屑一顾的念头。听我慢的弟子应如何调有自己的心性？这个就是说，弟子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时，心里就起烦恼。这句话是不对的，是因为你起了烦恼，你才发现有人和事都不顺心。是先有烦恼，后有不顺心。你是先有不顺心，后有烦恼，这就是颠倒啊！颠倒，你不在内在的观，你光看到外边的事物，说这个人把我也怒了，那个事儿把我也怒了，实际上不是，是你先有烦恼，才看事物啊不对的啊。所以这一定要知道啊，这个程序啊。不屑一顾啊，这个听我慢的，你是对自己事儿和人啊，他都是你自己，那你对自己不一顾，你对别人怎么采取不屑一顾的这种想法？因为和那人没关系，是你自信烦恼才出现对人和事的不平啊。你不屑一顾是对谁不一顾啊？你对妄想不一屑一顾行，你对人不屑一顾，就是把事儿都赖到别人身上去了，啊，所以挺狡猾的。长时间呢，这样的话，悟道没就不好了啊，应该正好好悟道，不应该这么想。所以说，这也叫我慢啊，说好听叫我慢，说不好听就是被妄想左右了啊。如何调由自己的心性，就是说先认识自己烦恼，才产生了下意识的这个看不惯呢啊，事儿不顺心呢才会有的。第八个，弟子想好好修行，能放下世俗那些人情世故，有时候决心很大，比如君子相交淡如水，真正道友是无话可说的。用这样的语言的警告自己，别跟人家闲谈。但是，一遇到人家一跟自己打招呼，说两句，自己心里很想不搭理。由于面子习气，又不好意思，那么。无情，这事情弟子应该怎样拒绝，既不伤人？哎，你装傻就完了呗，装傻，一问你像横路街二啊，你脑袋乱晃，你看一行跟你说啥呀？这耳朵听那耳朵冒，这没人跟你说啊，装傻最好的办法。第十个，自己身体如果有病，别人在外表看不出来。让弟子做某种活，这时候跟他说明还是依教奉行。这个时候该说就说啊，你说我身体不好啊，就是说别产生误会，我身体不好，我需要调节，该说就说啊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不说也没有问题，只要是病不太重啊，我就坚持就完事，咬牙坚持，可能被别人误解。误解是小业啊，误解是小业啊，被人误解了没看出来，说明我们的业力在那块儿，这时候应该默默的接受啊。所以说，是不是依教奉行，就在于自己，你有没有那种心啊？过去有一句话，急速生光，你心到急处了，反而有一种转变。啊，有时候这种不了解你的情况，而且去让你去做些事情，而且你身体又不太好啊，你去努力去做着，
这就是修行啊，这就是修行。有时候过于强调身体的不好，有点病，但是啊，说的很严重，能干而不去干去，这就是也是病，那真病了啊，比那身体病还重啊。有时候这个东西啊，在于自己把握啊，一个是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啊，告诉，如果别人看不清楚的时候，当需要告诉去告诉。你比如说你发烧呢，他让你爬高，你这出了危险怎么办，是吧？你说我找点别的活，我现在有点烧，我能不能在底下干点活，这不就完事了吗，是吧？你硬说啊，我发烧，我那干高地活我干不了，别的活我也干不了啊，你说在底下我帮着看看这个安全什么的，我这还能做到，是吧？所以给自己啊一定要定好位啊，就是依教奉行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座右铭啊去做啊，完了去再去根据事物啊再去衡量去啊。总的一句话，努力去做，努力去修行，在修行中病肯定是有的，身体不适是肯定有的啊，这东西别人不知道，我们自个儿知道，就说明什么，我们的病还不重啊，病那别人都不知道，你看你病能重吗？你重的要别人知道那叫重病，别人不知道那是重病吗，是吧？那就说明别人不知道，说明我们还有缺乏一个知道的过程。也就是因果让我们去让别人不知道，说明我们还应该干，是吧？还得依教奉行去。再提几个问题吧，是吧？师傅，弟子想问一下，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那个甘露丸，弟子就是对这个甘露丸就是不太了解，它是跟我们佛教到底有什么关系？然后他们把那个甘露丸说的，就是好像不像我们佛教的仙丹似的，弟子想问一下。甘露丸啊，它确实有加持力。它往往呢，我理解的甘露丸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些大圣的一些遗物，包括衣服啊、头发啊、指甲啊，它这些东西啊，它有，因为它修行，它对这个内在的结构它都改变了，含有一定的力量，所以说呢，再配合中药做成甘露丸，这样的话给众生有一个解除一些疾病和一些痛苦啊，有时候效果还是挺好的，但是你当仙丹呢，这就没有必要，因为我也没看过仙丹什么样。你说仙丹就仙丹，至于众生怎么看就不用管了，你就说这个东西有加持力就完事了，或当药物用就可以了。当时第二个有问题，就是弟子以前在家的时候喜欢看那个恐怖片，就现在就反常，就晚上不敢上厕所，就是有一段时间了，就是搁那跟前念心经什么的，就是想到那个诸法空相什么的，它也不好使，就是有的上厕所就想没有人了，因为尤其是夜里的时候就想逃出去，感觉很恐惧。不由自主的想想以前看过的那东西，压制都压制不了，是不是？想的东西，你不想，他也在那块儿，不想他也在那块儿。你现在打坐了去想，这就是慢慢清楚那个东西。所以打坐，你有正确的概念，是打坐清除了过去那些东西。有时候打坐为什么净想一些过去都不想想的事儿？出家都不想了，但是他打坐又想起来了。就是打坐在清理那个东西，我以前讲过，就像打扫卫生，卫生你不打扫卫生看不见空间，看不到灰尘，一打扫的时候空间的灰尘就起来，是因为你不断的打扫，灰尘扬起来了，但扬的少清除的多，是吧？
啊，轻微弱，所以这个过程啊，还得认可的。啊，说这个问题。嗯，还有这个问题？啊，那后面这个。弟子就是自己说完一句话吧，嗯，比如说动念了，说完啥话了，自己的念头发一够了，自己的念头又重复了这句话，就是自己的念头。啊，重复就重复呗，那怎么办？那他你不受控制的重复，是不是？多次。那你自然的念头就自己跟他说一遍。那就是你多唱，不要去被他吓着。第一个不怕吓着，第二你知道是灰尘。灰尘东西，你出来一次，我灭一次就完事儿了。灭久了，它就没了嘛。就弟子自己说完的话，他也在重复。就是，我就说这个，自个儿说的话，老在重复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重复就重复去呗。啊，你自个儿重复，但是你自个儿不自觉的重复，或是一种习性或一种毛病都不要紧。但是时间长了，你不在意它了，慢慢的多打坐，慢慢的这些东西就会没有的。嗯，就没有了。嗯，弟子想起啥事儿，还有听别人的话，比如说别人说起谁了，完弟子也会重复这个人，那脑子自然的就是。不用考虑脑子，那脑子是妄想，啊，他妄想，他愿怎么想怎么想，你心里不想就完事儿了，他重复重复去呗，就看像，看脑子像别人脑子似的，啊。您说的意思就是弟子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，哎，不用管他。你要觉得控制不了了，就写写忏悔就行了，啊，嗯，啊，后面这个解惑人，请问师父，就是一些祖师都说，三十年、几十年的不杂用心了生脱死才有些把握。弟子感觉现在起心动念都在向上用心，心外去用心，不能时时的提起心去反问，那想了生脱死是不是就更难了？谁说的？是吧？哪个祖师说的？师父，就是弟子看一些，就像黄檗禅师啊，还有一些就是祖师都说，几十年的不杂用心才能了生脱死。不杂用心 啊，对，就是弟子感觉就是现在。所以他说，说明说杂用心都什么？弟子感觉自己嘛，就是现在就是起心。不，你别说你感觉，我说那杂用心都什么？什么叫杂用心呢？师父，弟子说不好。你还说不好？不杂用心呢？你首先得理解，就是离开常住的用心，啊，你说他想上世间吃肉去。啊，他想世间搞对象去，是吧？他那叫杂用心，嗯，和佛法不相应叫杂用心。他不是说你，哎呀，我就在那一心不乱，我就搁那格子站着，那有几个那样能做到呢？啊，就不杂用心，就是没有世俗那种心，而且完全是为了常住。啊，那你说发衣服那个罗汉。他那叫杂用心呢，他就是不杂用心，所以发以为他也不杂用心，所以说不杂用心三十年那肯定成就，所以咱规定在这大悲寺待二十年，是吧？最起码的二十年。师父，就是弟子感觉自己就是起心动念都不是说都不是在自心上用心，就是。那不可能的，你起心动念呢都在道上，你现在就是你开悟，他也不可能起心动念都在道上啊。那不在道上的也正常，但是不杂用心就行了。嗯，起心动念谁能控制了，是吧？所以多打坐，多修禅定，慢慢的心就收回来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那后面的。阿弥陀佛，弟子身体不好有病，但不愿意在人前表现出那种痛苦的表情，也不愿意嚎啕唉声叹气。干活时呢，能发心尽心尽力，但照师父您说的尽心尽力，可能还有很大的差池。但有时被误解，有时不愿意、不想，也不愿意去解释。有时也知道它是一种消业的机会，
但这个降服不了内心的这种折磨，弟子应该怎样面对情绪呢？作为开始，就说有病啊，大家都承认你有病，但是你要唉声叹气呀、啊，他病他也不会少。有时候你不唉声叹气呢，反而呢病少一点儿啊。大伙儿误解你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有福报啊，大伙儿在帮助你，啊，所以误解的越多啊，大伙儿帮助越多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就振作精神啊，去咬牙，去挺着，去努力，这是最好的啊。因为这个病也是这样，你强了他就要啊，你强他就要。如果你要了他就强。有时候特别我们的思维，有时候有的人呢，因为扎个刺儿啊，连哭带喊的；有的人扎个刺儿呢，给他拔下就完事了啊。他的感受他不一样，他的心情也不一样。同样的痛苦，有的感受就差，有的感受就强。主要还在于心里是不是太在意这个东西。你要不在意，他会好的很多。哎，大家如果有误解的地方，就说明你还有差距，你知道吧？还有差距，还叫人误解。你多少大家能误解说你本来有病，说你身体都好了，你休息休息，你这才是正道呢。嗯，你不能让别人看出啊我有病，这不行。得让别人看着我没病。嗯。嗯，师父，弟子在听法的时候也听您说过，身体力行是得拼命，有病也得拼命，这样才有穿透力，才能改变。弟子也正在按照师父您说的去做，但是怎样才能兼顾这种长远性？这没有怎么样，就一天天往前挨着就行了。今天过去了啊，今天挺一点，明天过去又挺一点，你过挺过一个月，哎，我这一月过去了，是吧？谁说那个那不有那句话吗？啊，这个高山是一微尘堆起来的啊，那个千里之行是一步一步迈出来的，就这么事儿。师父，弟子还有问题，弟子很喜欢您说的一句话，仰浩然正气为大法尔山。还说一句，我等以来是护持佛说主，弟子们怎样做来世才能跟着师父您修行？就是把眼前事做好就行，别想那么多。那过去的事儿，那浩然正气啊，那是表扬别人的。对我们个人来讲，就是把眼前事做好了，啊，眼前常住事做好了，要求的事我们做好了，这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养浩然正气，为大法而生。阿弥陀佛，感恩师父。嗯。那边啊，说。就是菩萨戒里有那个十八种木，是经和律。那个经，弟子们应该带什么经呢？你不十八种那个经的不都楞严经就行呗？啊，知道了，感恩师父。说弟子很想问，就是佛性，听你讲，就是都是空性的嘛，虚妄的，也没有什么追求。但是就是人世间，他们就是追求那种财富嘛。那弟子看佛经里吧，也是宫廷楼阁呀，黄金铺地呀，这个它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呀？这个差别只是一种现象，告诉你，你不追求有那么多东西。等你追求那些东西没了，啊，就是你不希望好的嘛，就别追求，别追求就有好的，只是鼓励你，你真信呢、啊。那佛说的那个空，弟子感觉啊，空好像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好像就是黑白，就是那种单一的，就是什么都有的弟子，觉得好像跟世间好像比世间更高级了那种。是吧？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，我们就管修行就完事儿。至于他有和没有，你和你有啥关系？想太多了啊，没有必要。嗯，知道了是吗？嗯。啊，那边那个举手说话。师傅，弟子想问，就是听他们说装藏的时候，里面装了很多的宝，就是想问，像咱供奉金钱的话，它里面装的东西，它有没有材质的要求？
双宝的目的呀，不是佛要那个宝，是把你所有的宝啊全给佛了。什么叫给佛了撞账了呢？就是回到自性里去，别贪，别贪就是撞宝。撞宝的目的就像你舍掉贪心啊，不是说佛，你看佛都撞宝，那我也得撞宝，那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让你这些东西回归自性，都是没啥意思的。撞宝的目的叫你把它舍去，你舍个穷人你不干，你舍个佛你还不干，是吧？这就完事了。举过手就别再举了啊！举过手，看哪个没举过手的，来后面那个。阿弥陀佛，师父，弟子有几个问题想问师父，慈悲开示。师父，人相弟子理解不透彻，像我相啊，还有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能好理解一点，但是人相弟子不太理解，师父能开示一下。人相就指人说的嘛，人它包括很多啊，是犯有相，相就犯照我相啊，啊人相啊，受者相啊，等等，他就在这个名词上就下功夫了，就抛不开这种名相，所以说最后流入生死里去了。这就是。就是别执着这种相，这个人最高贵的啊，人最有智最有智慧，人可以修道啊，别地儿都不可以修道。实际上这种说法都是人相，这就是人相啊，人如何如何，又你像那什么人之初啊，性本善，还有人之初性本恶，都在人相上下功夫。是不是强调人跟强调我是一样的？就是他太强调人了。不是强调人，那人呢、他本身就是一种相，他把相当成一种修行的根本或生死的根本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我们的根本什么呢？我们就修自性，是吧？这些东西都是幻境的东西，你非在这上下功夫。你像那孔子啊，这个都在人相上下功夫，人如何如何，成天叨人，叨来叨去，能了脱生死吗？啥时间了都不了，他执着了人啊，又是人最伟大，人最应该怎么怎么做，人怎么怎么的，这都执着着人相，这和了脱生死一点关系没有。他反就像一个经书有一个画马的，成天画马，观察马的动态，最后有个禅师说的，你长期画马，将来堕到马胎里去，这就是这个事儿。还有吗？没有。你说。就是想问一下，那个不是有个话，那个纵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然后那个因缘会遇时，是不是想今天讲一下？就比如说这个人比较爱受伤吧，他经常受伤什么的啊，就可能不让他去那些危险的地方，比如高处啊什么的。那这样子，难道他要受伤那个业就可以避免吗？在世间呢很少能避免的，在佛法里不一样，因为佛法一个熏修力量，另外佛菩萨既然给我们出家机会，佛菩萨在这个转业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助力，所以说在世间很难避免，在佛法里应该是除非非常强的定业，应该会避免的。说到这个因缘会遇时，他就是说，比如说我有从高处堕落的这个业，然后我只要是假如说我就不上那个高处，然后就不让那个因缘成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他你能看出你的因缘要从高处落下来啊？你不是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就是有的人他就，比如说有的人他很爱受伤嘛，然后就可能不让他去碰一些危险的东西啊什么的，然后他难道这样子就可以？
就是把他那个要受伤的那个业就是延缓了，或者说是避免开了吗？善导有力量，善导有力量。为什么出家有很多我们的业力啊，有时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，在三宝内呢是有一定控制能力的。所以说有时候是因缘遇到时指的是事件的，也指到三宝里，但是呢我们可以控制因缘不让它相聚。像你说的它容易受伤，你要不管它老受伤，你老管它它就不受伤了。这你为什么管它就不受伤了？这不就是这个僧团的威力吗？你世间你说你不让他受伤，管他好使吗？他能听你吗？因为那个人控制不了因缘。他说，比如说咱们那个老比如说，老比如说，你比如就把我比如糊涂了。就是说，咱们命中了，比如说你命中的时候，然后命，比如说命中的时候，然后他那个不是咱们造作了挺多的善业，也有恶业嘛。然后呢，他是什么样的业力，就是决定我们往生，就是就去哪道或者什么的，他是有什么？那谁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业力啊，就是强者先迁，哪个业力最大，哪个最强，就随着哪业走，是吧？所以说你临终的时候究竟上哪道，在三宝的护持下基本都是往善业上走，如果是有个别的业力特强，那你没办法了。所以三宝啊就是一个大学校，一个保护所，在三宝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克服的。所以三宝是宝，要宝都不能克服那世间业力，那怎么叫宝呢？是吧？他既能修行，又能对我们往生呢，又有所保证，这都非常好，但是不是绝对的。有时候业力大于这个保护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是吧？谢谢后面。后面一个，请问师傅，您当初就是发现出家在念经怎么化？说起来挺伤心的啊！我不是发出来，是让人逼出来的。顺便跟大伙儿讲一下啊。原先在那个能运老和尚那个道场啊，我在那去学习佛法来的。其中认识一个大夫啊，一个公事的一个大夫，女的啊，就见这一次面啊。第二次见面不长时间啊，在一个营口有一个居民商店啊门口碰到他了。因为说见过一次面就互相说几句话，我就说了几句话。正说挺好的啊，我也初刚学佛啊，觉得跟那个信佛人说话都很光荣啊。完他突然就问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出家？我回头那个，这话叫我就是很难回答。你说不出家吧，这不像学佛人啊。你说出家，我那根本没想过啊。后儿我就提个要求，我说如果啊有剃度师啊，是国外的啊，谁谁谁啊，他要认我为师，我就出家。他走了以后我还乐，我说你看骑着小摩托啊，穿呢大衣，一天挺自在，也没有啥负担，我说也没啥痛苦，挺好玩的啊。我这人太莽撞了，就这么就过了不长时间，他有个局上美国，他就找我去了，说你不要那个什么事儿吗？你要写封信吧，我给你捎到美国去。你逼着我就写封信去了以后啊，他没到那个地方去，到美国别的地方去了。完了那个信也没返回来，完了回来事儿就拉倒了。我当时还挺乐，我说你看看，这根本就不能成啊。后来呢，
这个有一个亲属啊，亲属的亲属听说我学佛了啊，就特意来找我，他说你给我讲讲弥陀经啊。那时候刚学佛有点心盛，就给他讲弥陀经啊，讲什么叫无量寿无量光啊，用这个解释，你知道。他听完了以后啊，挺受感动，他说我对在看经书啊就有所不一样了，和过去看经书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一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，他又来了一回，一来一回告诉我要上美国定居了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说没啥事儿，我告诉你没啥事儿。他说你不想那个写封信印哪个师傅？他和那个举子他不认识，就硬给我提这个事儿。啊，我说那就写封信吧，劝了好几遍，我就写封信，就这么事儿。以后就后边接到这个信，就这么就，印了师傅啊，印了师傅。后来接到信了以后，印了师傅，那你能不出家都说了，你能不出家，就这么出家了，就一逼的给逼走了，也是业缘嘛，也是业缘啊。请问师傅，您第一次往深圳往那个义乌上放牛的时候，你心里都有就是有什么感觉？怎么想？为啥要放义乌？放海南？哎，那时候非常光荣，你知道吧？非常光荣。你觉得这个缝衣服，因为像我这个年龄，小时候啊，那个裤子啊、衣服、屁股上都有补丁，都有补丁。就家庭生活好，也有补丁，哎，都有补丁。所以对补丁来讲，我并不特别反感。特别是这个在世间生活久了啊，如果学佛了以后缝上一块补丁，我感觉到升起大欢喜，特别欢喜啊，特别欢喜。我觉得这个有一种返璞归真的一个过程啊，非常欢喜了啊，这个是这种状态。白拿印与修道之间的关系是否重要？道院是有很多的出家人把白拿印都交给佛不要了，经书是非太重。白拿印呀，实际上是很重要。佛寺里呀，就是说我们穿的就袈裟也是一块一块补起来的，他不允许一块直接做成衣服，都要一块块补啊，所以颜色啊、搭配啊都非常好啊，又现在也不剪了。但是呢，它代表一个法，一块一块补衣服啊，代表了什么呢？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，把它这个世界这个挺顽固的世界给打破了。补就是打破世界的意思啊，打破牢笼的意思。所以说，我们补丁越多，我们的这个破的执着越多啊，对自己的修行啊舍去贪念的越多，所以百纳也代表了我们的修行。所以说这个韦陀菩萨啊曾经发愿，有人呢就是赞叹善意啊，就是哪怕修行不好，将来也会到韦陀菩萨的国土啊去成佛啊，就说你摆那衣和这个袈裟啊，它是一个道理，最后都要到韦陀菩萨去成佛的，它是我们修行一个保证啊，这个僧衣不能丢，这是我们的传统啊。有的人就因为好，实际上真正好未必是好，破呢未必是破，只有不断的破除五蕴的执着啊，也就是百纳衣啊，这样的我们才能够真正修道啊。每一念衣服啊、鞋袜啊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东西，都得要有一种破除的想法。因为每一个概念新的东西，特别是说新鞋啊、新袜子啊、新衣服啊，它都不是完全如法的。
所以说你必须做点净啊，或者补一下，或者做一些点净，这样的话才入法。你包括那具也是这样，都得补一块。你看咱现在的具都得补一块，还要做点净啊，这代表一种法。世间不明白，出家人应该明白。这百纳衣呀、啊、和这个袈裟呀、啊、具呀、啊，它处处都显示法，因为你长期配在身上，你常有法在随身啊，常有法随身。你要穿新衣服啊，那法随身就少了啊，越破它越有啊。当然也不是说埋埋汰汰的啊，你就是故意给搅碎了补去，那个不可以啊。但是破了一定要补，这是对的，嗯。我们凡夫子在开慧眼之前，把所见到的东西认为是真实存在的，如何才能把所见的东西当成是喜欢的呢？就佛法，你相信了佛法，就是你看着你认为是真的，那个真是你认为的，那个认为是不正确的，要放弃这个正确这种看法。因为你没开悟之前呢，你不管对什么都是认为是真的，这都是错误的东西啊。因为佛法里没有真和假之说，啊，它是虚幻的东西，虚幻也是勉强说，啊，勉强说，这是没办法的，你就得按照佛经所教导的，我们去不断的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认知，一点点纠正起来，最后我们得到解脱。就是好比说，弟子身体有病了。嗯。怎么才能把这个色忍看开给他放下去？看就在努力吧，有了定力啊，一个是看开，一个是定力啊，才能把它看开。有时候你看开也得看，看不开也得看。那么有病了，你想这个事儿吧，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事儿，没有必要过分的把它干嘛？因为学佛呢，首先知道这个生死无常。第二个知道人没有真正的死，啊，就是身体假使冷了呢，还有继续轮回啊，继续轮回，还有这个还是存在的，所以他没有死亡的真正恐惧，只不过这一段的留恋呢，让人们有点舍不得啊，舍不得。那回在沈阳那个医大看病啊，医大看病啊。我和秦老师在那个外面等着啊，等着要抽血化验，有一个化验室一个大夫出来了啊，瞅着我左瞅右瞅，瞅了好半天，他说你们何人怎么还有病啊？他觉得挺奇怪，在他心目中就是和尚不应该有病，他瞅半天的和尚有病。我跟你说，和尚不光有病还会死呢。哦，他说我明白了，他说请你进屋坐着吧，或者请我进屋坐，或者进屋坐了一会儿。就说这个东西啊，有病啊就是有病啊，看看啊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呢，就是对宇宙事物的一个真实的了解啊，也就是佛所描述的这个人生轮回的东西啊，虽然轮回很苦，但人并不真正的灭掉。还是会存在的啊，只不过换个方式存在，这是一个。另外，我们的长期修行佛法、念经啊、念咒啊、打坐呀、啊，我们有阿弥陀佛啊，有释迦牟尼佛，有观世音菩萨会啊，还有这个大日菩等等的菩萨，所有菩萨的保佑，我们就没有啥可恐惧的东西，是吧？有这么多的菩萨在保驾护航，你就剩下就放心修就完事儿了。至于生和死啊，它没有多大意义。为什么过去古人对生死看得非常淡呢？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对他有认识，过去人更有认识。有的年纪很轻啊，很轻就死了啊，往往都是主死。都是主死的人，因为他们的真正的认识到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说，当一旦闻到了，闻到佛法了啊，就马上死，他都认可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佛法的重要，太重要了，啊，就是一个生死，
都不能去换的架子，所以说对死他已经看得太淡了，啊，也不是他看淡了，因为他知道生死这个轮回是幻境，啊，他另外他也没有真正的生和死的问题，所以生和死是幻境的事情，所以他不害怕生和死的问题，啊，我们呢也是这样，修道呢，一个是不要怕生死。二一个对他要看破，就知道看破是什么，就是幻境啊，幻境。我们努力啊啊，就去攒点那个路费啊，路费就是念佛呀、啊、坐禅呐、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路费啊，诵戒就是我们的路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所保证了。